东京奥运会羽毛球项目抽签已经全部完成了，我们简单聊一下。单打是14个组，每组第一晋级，分上下半区打淘汰赛，一二号种子首轮淘汰赛轮空。双打是 ABCD 4个组，每组进2个，淘汰赛重新抽签确定对手。首先我们来看男单啊，东道主桃田上上签，同一个半区有安塞龙、石宇奇、王子维和乔纳坦，后面两位实力稍差一点啊，石宇奇的伤不知道恢复的怎么样了。1/4决赛可能会有安石大战，谁晋级谁打桃田。如果石宇奇不给力的话，安桃大战大概率将会在半决赛上演。如果石宇奇恢复得很不错，重现苏杯的荣光也不是没有可能。下半区一众好手，陈龙、周天成、安东森、李子嘉、金廷实力比较平均。作为本届唯一参加的卫冕冠军，陈龙想要卫冕实在不容易。淘汰赛先就要打年初全英夺冠的李子嘉，半决赛的话应该金廷可以占一个名额，前提是他自己不抽风，剩下一个就要看龙哥和李子嘉的状态了。安东森和周天成也不是没有可能半路杀出，所以下半区非常激烈。我们再来看女单，羽菲大帝签运很不错，处在上半区，淘汰赛大概率先打韩国的安喜英，如果赢下的话，半决赛打奥原希望和何冰娇的胜者。何冰娇最近也是被爆出减重16斤啊，但奥原东道主如果两人遇上，应该是一场硬仗，看好中国女单会师半决赛。下半区同样残酷，小戴、小拉、新度和东道主山口。小戴是真的惨啊，淘汰赛第一场大概率打苦主小拉、殷达农，能打赢的话，半决赛新度和山口都不好打。同样，新度和山口想进半决赛也得先干一架，新度每次打日本女单可都不轻松，人家这次还是东道主。谨慎看好山口和小戴会师半决赛。双打先说混双，雅思组合和韩国组合在 A 组出现肯定是没问题的， B 组中泰国组合和英格兰那对夫妇出现应该问题也不大。值得一提是英格兰那个男队员这次没有在兼项男双。 C 组的印尼乔美组合和日本的东渡组合势必会有一场硬仗，决定谁是小组第一。同时丹麦那对组合也是不容小觑的。 D 组是最有看点的，黄雅组合领衔，还有中国香港的双组组合邓俊文、谢颖雪，以及上届的亚军大马的陈敏顺、吴柳莹。黄雅保住小组第一应该问题不大，剩下的就看双左和大马谁的状态更好一点。出于私心，我希望娘娘战胜双左组合，看好中国两队决赛相遇。男双方面，小黄人组合把守 A 组和中国台湾组合李阳、王麒麟出现问题应该不大。 B 组堪称死亡之组，东道主远渡组合俄罗斯双塔伊万诺夫和索松诺夫，还有丹麦的安德斯、索伦森，这个听起来像一个人名的组合。这三个组合都很有实力，谁淘汰了谁都很正常。不过为了能继续让小黄人在大赛上吃瘪，我还是继续支持远渡组合打个小组第二去狙击小黄人。都说 C 组双塔抽了个好签，和东道主积雪组合出现应该问题不大。 D 组韩国、印尼、大马三队组合同样有悬念，上一届奥运会亨山就是小组赛翻的车，希望这次能对他俩好一点。看好印尼组合和大马苏伟毅、谢定峰出现。双塔大赛都比较稳定啊，看好双塔进决赛。决赛另一个我预测东道主或者小黄人吧。最后我们来说女双，陈清晨、贾一凡身为二号种子分在 D 组，小组赛面对同组的韩国选手和斯托伊娃姐妹，人家两个都是世界前十的组合，不能掉以轻心。陈家组合一定要尽量打小组第一，不然的话大概率1/4决赛就要啃日本组合或者韩国的头牌那个硬骨头。杜月、李云辉身处 C 组应该可以和李少熙、申生赞一起出现。 A 组和 B 组东道主日本队实力强大， A 组印尼组合玻璃拉哈油也有一定的实力，我预测四强应该是日本两队、韩国一队和陈家组合。最后让我们祝愿中国队在本次东京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，后续更多奥运资讯、比赛分析、复盘敬请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